大家好，我是香蕉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好久没有组装无 RGB 光害、颜值又经典的商务主机了。今天要来开箱是来自全案 CNT370 硬碟大师机壳，它是我目前觉得非常适合用在剪片机和自己 DIY 组装 NAS 主机的机壳。它最大特色就是提供非常多的硬碟扩充性，最多可以安装到10颗硬碟，而内附前面3颗和背后一颗12公分风扇都是没有 RGB 灯效，完全符合不想要有机壳电子化车光害的使用者要求。虽然外形少了华丽装饰，但在机壳散热也一点不马虎。首先在前面板是使用大面积铁网设计，让气流更顺畅，提高进气量。而在背后风扇的前面还有附一片磁吸式防尘网，在上方有用手转螺丝加强固定，避免在搬运时震动而掉落。两边侧板则是使用钢板材质，完全符合不喜欢有玻璃盖板使用者的口味，并且在两侧前端也有打上大面积散热孔，能吸入更多冷空气来帮助加强硬碟区通风和散热，并且两侧内部都还附上磁吸式防尘网，可以有效避免灰尘大量进入机壳内部。而在机壳顶部则是采用磁吸式防尘滤网，底部大面积防尘网则是使用卡扣式，而从底部和中间隔层到顶部都是大面积全面打孔设计，大大提升垂直风道，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。中间隔层电源仓上方也很贴心打了5个穿线孔，让你更方便穿线配置和安装显示卡，电源线也不会再卡卡了。而且它的螺丝配件也是很贴心，用收纳盒都帮你分类好好的，这对我们在 DIY 组装时是非常实用的贴心设计啊，赞！而在顶部能够安装3个12公分或是2个14公分风扇，最大能支援到 360mm 水冷排。前方 IO 部分则是位于机壳上方，从右至左首先是电源按键，从开机键，两个 USB 3.0 插座，再来是麦克风和耳机插孔，最后是一个 USB 3.1 Gen 2 Type-C 插座。有这个 Type-C 插座真的省去你要去机背找 Type-C 插的麻烦啊，更快的传输速度，工作上也便利许多。而在机壳内部结构最大可支援 ATX 规格主机板，内部显示卡如果要安装大张三风扇显卡，就需要把旁边的硬碟固定架拆除，而拆除方式只要移除这两颗固定螺丝，再把固定架往上提起就可以拆下，这样子显卡最大长度就可以来到 41.5 公分，但我个人是建议安装短板显示卡用，最大长度可以到28公分。毕竟我们会选用 CNT370 使用，就是看上它可以安装很多硬碟，结果为了装大张显卡又再拆掉硬碟架减少安装，这样做法你不觉得怪怪的吗？ CPU 塔式散热器最大高度支援到 16.5 公分，机壳背后则是有7个可重复使用的 PCI 挡板和2个一次性垂直显卡插槽位，但要注意一下哦，要使用这7个插槽位是先需要把垂直显卡活动固定挡板放松2颗手转螺丝，再移除固定板，你才可以去拆装这7个 PCI 挡板来安装周边插卡。接着在机壳背后走线空间则是有 2.3 公分深度，主机板后方能够安装2个 2.5 寸或是一个 3.5 寸硬碟，而在下方硬碟架可以安装2个 3.5 寸硬碟，也可以混搭使用 2.5 寸跟 3.5 寸硬碟各一颗，所以这机壳最多能支援到10颗硬碟。同时硬碟架也有快拆移动功能，可以左右移动来加大电源供应器的线材空间，如果把硬碟架向左移，电源空间大约有24公分，基本上这样就能够满足更多数电源供应器安装使用。那机壳就先大致介绍到这里。而这次测试的零组件 CPU 是 Intel 12代 i7-12700K， 主机板是维星 MPG LE690 Carbon WiFi， 散热器是使用猫头鹰 NHDUS 大双塔，显示卡是使用华硕 Duo AMD RX6600 8GB， 电源供应器是使用全案 Hydro GSM Pro 750W， 它是采用半模组设计，将本来就一定会使用的 CPU 和主机板供电线材做直出，换取更好的产品价格，也能为你的装机预算减少一点负担。它是使用八角形不锈钢风扇隔栏和12公分智能温控风扇来达到最佳散热效果，外壳采用黑色哑光涂层，能有效防止任何手纹刮痕，电路部分采用 LLC 半桥斜振架构以及 DC-to-DC 电路设计，全日系电容 80+ 金牌的转换率和10年保固。而为了测试 CNT370 的机壳散热，我是使用它原本设定附赠风扇，没有另外再增加风扇使用。目前测试前机壳噪音大约在40分贝，安静度还算不错。接着再使用 IDA64 加 Formark 双卡，此时 CPU 频率约在 4.46GHz， CPU 温度已经来到在95度上下，而这时机壳噪音会觉得大声一点，
大约来到50分贝，这也没办法。为了加强散热风流进气量，势必要提高风扇转速来达到内部零件降温效果。但在烧机两分钟后，感觉 NHDUS 有点压不住 i7-12700K， 现在 CPU 温度已经来到100度左右，而 CPU package 功耗也高达198瓦。我的妈呀，这次测试用的微星 D690 主机板调教得更好，完全是想办法要把你的 K 板 CPU 效能压榨更多出来。如果再加上显卡的65-70度发热量，个人是建议再加一把12公分风扇到塔上帮忙散热，如果能在顶部再补两个12公分风扇，那就更完美了。但如果你只是中阶等级效能电脑，全按 CNT370 原始机壳散热风流和附赠的四颗12公分风扇，其实就很足够你使用了。那最后来分享我的组装心得，如果把它作为一台中阶等级的 NAS 或是剪辑影片机，是非常再适合也不过了。光前方六颗硬碟架，再配上三颗12公分风扇帮忙硬碟散热，就算使用24小时连续操作，也不怕硬碟热档挂掉的问题。但是很爽的挂满六颗硬碟，这六颗硬碟 SATA 线插头在锂线安排上也是一大考验啊，真的有点拥挤，在配线走线要多注意一下角度和位置，大都能轻易克服，一一插上去。其他走线部分在顶部和底部预留了很多穿线孔，空间线路配置相当充足，机背收线空间少了 RGB 风扇插头和控制板，整理起来也算足够轻松。唯一要多费心思的可能又是这六条硬碟 SATA 线走线配置，这时看起来会有点乱，就要看个人收线锂线功力了。整体上盖上背板也没什么太大困难度，两侧板也都很贴心使用防脱落锁转螺丝，在开盖修理组装都相当方便。整体来说，全汉 CNT370 在使用体验还是让人满意的。在需要多颗硬碟安装，又无 RGB 光害，无侧斗玻璃盖板，再加上前面大面积散热铁网加强散热效果，外观颜值又沉稳，浓浓商务设计风格，放在办公室里使用更是适合不过，恰到好处，是相当值得推荐给大家选购。尤其是要组装 NAS 主机，我更是大力推荐。前方三颗12公分散热风扇24小时不停吹送，更是加强你 NAS 硬碟存取稳定性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全汉 CNT370 有更好使用配置方法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我是香蕉人，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。所以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和分享，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，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。拜拜。